Negeri-negeri lain semuanya dikenak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bersyarat PKPP. 没有错, 由于疫情再度失控, 我们马来西亚西马多数州属正在进行长达一个月的 CMCO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跟你讲, 我就决定来个生前大挑战, 到底我们能不能使用一天五令吉成功生存一个星期呢？ 大家好，今天是我国的 CMCO 的第一天，是早上12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开始我们的第一天挑战了啦。早上12点，12点啊，12点也是早上啊，快点。是什么挑战？你不讲快 vlog 啊？ vlog 啊，我们的 vlog 是一个星期的挑战，就是每一天只可以用10块钱来存活一个星期。10块？一人10块还是？啊，没有，我们两个人10块，两个人10块啊，是没有错。生活一个星期啊，有什么问题吗？能吃什么？能吃什么就是找我来决定你吃什么吧。所以我会把那 budget 控制好啊，就是10块钱不可以超过。由于我们 CMCO 一辆车只可以2个人嘛，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拍摄就没有 Jasper， 就由我来掌控这架机。 由于槟城的 corona 已经大爆发，所以我们的这个口罩一定要戴好啊。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去买我们粮食。OK， 哎，我们本来能买鸡胸肉，可是我们把这有先太贵了，所以就再见了。这个面包又便宜，又可以饱。不可以，那个太甜了。4块半，放下，放下，收了，收了，收。 我们已经去买完两天的食物的分量了啦，就是20块70多仙，70多仙是怎样来的？你要解释一下。没有啦，我忍不住我买了一个 Super Ring 这样的零食，所以这里就人家会问为什么是20块呢？因为 CMC 有问题嘛，所以我们就是减少出门的机会咯，所以就是直接买完2天的食物啦。还好今天我们迟醒，所以我们今天早餐就是直接 skip 掉，省一餐，直接省一餐了。 有模有样吗？所以我第一餐会做这个 spaghetti 啦，因为我们的午餐才几点半，现在才2点嘛，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所以一定要饱一点啊。都觉得它的 portion 以后就是这样的吗？讲究讲究一下啦。好不好吃？对啊，没有讲究，有点不够饱。然后吃完也不够过瘾，但是这餐来讲还算蛮便宜的，应该是3到4星级一餐吧。我们平均这样算才没餐的话。哦耶！所以我就负责煮，你负责洗啊，老板。对啊，你都负责煮哦。如果我还要你洗的话，我们还没有人情味。耶，谢谢你。所以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啦，所以刚刚睡了一个午觉，现在要准备做我的晚餐，所以我的晚餐还没准备好，你看我把它点个醒，应该是够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天就这样子结束了。第一天来讲还蛮好过啦，而且我又有临时搭配哦。所以我们第一天就这样子结束了，所以我们明天见。早上好，所以现在呢就是挑战的第二天的早上10点16分，所以现在话不多说，马上去做我的第二天早餐呢。 所以昨天买下来的东西就只剩下这个面包、黄豆还有鸡蛋。你干啥？吃早餐哦！哇，黄豆炒蛋，超大！你看，有看？第二餐，晚餐。 所以我们明天就会准备去进货了，因为2天的份已经吃完了。现在是我们挑战第3天的12点半了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打算买3天的粮食。我知道我已经2天没有什么吃到肉了嘞。红豆不是肉啊？红豆不算，还是合成肉。哎呀，所以希望接下来你可以安排多一点肉的料理给我啊，我饿。啊，迪哥是公分牛肉，哪一个肉看呢、啊？看能怎样做？ 蘑菇来一袋土豆，马迪哥讲，这个是先要吃这个一下，可以吧？我觉得加料下去炒应该就好吃。OK 了。哦，辛苦了，所以我们今天买掉的东西是27块25仙啦。所以今天的第一餐呢，我打算做阿迪克制版的炒面，有吗？迪哥是啊。
所以找到的剩昨天剩下的两粒蛋啊，所以我打算用这两粒蛋直接炒到我们最丰富的一餐。Yes。看到这边人家会想要问为什么我戴着帽子，因为我们家可能会漏水，所以就戴着帽子。你好，是吗？我觉得这餐是我目前吃到最满意的一餐，刚刚有那种鸡丁小肉。是很好吃，讲自己肚子好，讲自己煮的是不好吃的这种人，不要脸了，炒泡面了。来，不要，我知道你很好的，所以不讲什么，我煮到半死，你一定有人情味帮我洗的。讲过这样吗？开煤气，开煤气。你都负责煮哦，如果我还要你洗，我们很没有人情味。天天土豆，怎么？少爷给我讲要煮好料，这个到底叫好料？没有，多不了。讲这个。为什么又是土豆？因为土豆是最少的嘛，早上要吃得饱，精神好。OK， 吃。非常枯燥乏味的早餐。午餐。饱吗？这餐饱。还有吗？还有没？全部我，因为我会吃过煮肉。哦，你吃过煮肉啊？所以晚餐也是吃这个。本来我对意大利面是有点咸的，可是换了一个百酱锅，吃起来又不一样的新鲜感了。啊，跟你讲，别玩玩啦。也终于来到我们第五天的早上的挑战了。对早餐，我就决定随便吃一点啦。希望阿迪哥不要再讲我，早餐就是多得多吧。准备得多啊？没办法，要完了。我抗议，我抗议。哎呦，短碗。哇，超伟大，超伟大，这个。没办法，就蒸这样的东西吧。这是两条好肉鹅了，满足你了。可以看到我的反弹。那超伟大，更好吃哎！我们还剩两天吧，其实。两天你有什么想要吃的吗？没有呢 ，KFC 周北流派些啦。完成。不会这样聊聊，看到我干掉。所以我们午餐呢，就来炒面，炒面的 OK。炒一半我才发现，我没有鸡蛋，我做面子炒。你们等一下也好。拜拜拜拜。不用炒的泡面，我觉得炒泡面果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样吃就很好吃了，不需要什么，已经好吃过你煮的那些东西了。嗨，我呀，鬼玩汤哥，没有其他的哥，没有东西啊，所以我晚餐是一条红烧肉啊，我叫你不要玩这个挑战了，看我在挑红烧肉。对不起大家，我真的是不能了，因为我们没有预算到我们吃东西会这样快啊。煮啊，你看软软的，一点心都没有啊。完了，晚餐没有了，仪式也完了，全部也完了。今天已经为我挑好了，还有不要再给我二柱子了，剩两天的挑战，明天我们去买好了，明天我们去买好了。看路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第六天的挑战了啦。现在是下午一点了，所以我们又不小心的错过我们早餐。OK，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买我们最后两天的食物。哇，走了很久，真的是发现到全部东西都很贵，我们的钱真的是完全都不够。我又不想要重复我们之前吃过的东西哦，不要再重复了，不要再重复了。这枪啊，很难啊。我们走完整天，都要找一点不一样的料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就委屈一下了啦，也剩最后两天，我会坚强的走下去 ，OK。我就如果你阿丁餐餐煮这样的话，不会委屈。我在丁哥他那边讲委屈我，不会啊，我很喜欢这种委屈。我买这种便宜的东西就是讲好吃，我煮完半死，想要半死，那边买了半死，他讲不好吃。问 Jasper， Jasper 好吃吗？ Jasper， 你看他一口都不吃哦。阿丁煮的东西哦， Jasper 从来一口都不吃。Sorry， 因为我平时好料啊。好的，讲你不好料。他讲你的吃不好料，你听到好吗，阿丁？这个挑战是你玩的。这
加注意哦。我要关了，我要关了，不要了，我要去骂人先啦，等一下关掉，关掉。就讲了，好吃吗？给我吃这种组合。完了。所以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也是我们晚餐时间，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burger 啦。妮妮，看看这个厨艺怎样？对，看到吃这样的东西才最爽的，冰爽。不过啊，你没有放 bacon 酱，一个 burger 没有放 bacon 酱，就不是一个完美的 burger。你和你来，下次你来。这支影片呢，如果破8000个赞的话呢，大家就留言一下，到底想看我们拍更贵的还是更便宜的？如果大家看我凄惨的生活，还是过得很好的生活，就靠大家的 comment 啊。希望大家口面豪华，谨慎一点呐、啊！你们口面的时候要想清楚 ，OK？ 来害我啊！完了，明天9点见。最后第二餐，希望我快点可以熬过这个奶妹啊！哇，完成 ，Finally， 剩最后一餐了，最后一餐，耶！最后一餐很嗨耶，是我最后一次了。我们的一周每天10粒米挑战成功，所以我这边跟你们讲一下，我们这3次出去买东西都是68块88分。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一周过了怎样觉得？我觉得很充实，很饱满，虽然很乏味，可是吃东西还是有味道的。至于我呢，其实我这个一周呢，我一直有一只香马蒂，主要难吃啊。可是那些其实都不是我的心里话，我要感激阿弟这个星期的付出。其实我从心里上还蛮感激他这一周都为我准备了每天的早午跟晚餐啊。虽然他煮的东西都不是山珍海味，也没有很好吃，但是其实做饭是蛮辛苦的，所以我也是很明白也很体谅。虽然我有一次埋怨他啦，但这只是我们好朋友之前的沟通方式。真的不好吃呗？不好吃，很难，辣死了。所以在荧幕的人啊，不要再嫌弃你爸爸妈妈煮的东西不好吃。其实做菜真的是不容易，他们用心良苦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了。其实我现在真的还蛮想念家里煮的菜啦，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在被隔离，所以我现在想回家都不能回，所以现在我连妈妈的菜也是吃不上啊。所以讲真的是还蛮想念的。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是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你还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把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了，拜拜，拜拜。